卢学瑞的哦，全方面词曲创作制作人呢，才女呢，才女算才女，得过三次金曲奖，三次，哦，那这个都很厉害了，连江蕙都亲自恭喜过他，哦，那自己会作词，打破台语女歌手的苦情框架，哦，作词作曲，其实江蕙也曾经恭喜过我，哎，在华视。恭喜你！恭喜你！那时候怎么了？那个部分，那时候是因为过年嘛。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新年快乐！恭喜恭喜！拜年拜年算，那也要算。其实我自己也没想过会，就是跟他认识啊。真的吗？对。然后，但是也是蛮巧合的，就是我们算是已经关系到有到类似已经交换口水了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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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那这个很严重，亲密呢，亲密呢，还蛮亲密的，蛮熟悉的。好，那刚刚看到他们两位的演出啊，是高水准。你看这个舞台是真的是重量级的，对，而且大家都行家，都是唱的不好，我们也不会讲，都会讲场面哦，不错，好棒哦。对，看得出来耶，好坏是真心话的，是哦，浅浅眼泪的镜头，好吧？好，卢学瑞加油，来。少年明白无天无地，滴溜溜不知通西外，也行也吃有冷有暖，人生的滋味才好
啦。哎，我现在才知道这一首《甘蔗》是雅文的歌。对啊，他写的，他写的，是你的歌啊，是自己写的，自己写的，唱的真棒，又会创作又会唱。然后今天学瑞一唱，我说哇，这个歌我很喜欢，他说是你自己写的，对，让人感动。他整张都是他自己创作，然后自己制作，对，哦，难怪会得奖了，全方位。然后那个可不可以爱我？反而小美的歌，对，是我的歌，这首就还好。我从来还好，不是说我比较没有听到了，对啦，手听啦，手听，年轻的时候，年轻的小时候。